最低还款不会产生利息。李先生发现每次银行发来的账单都有一个最低还款，到底这个最低还款是什么来的？最低还款一般是消费金额的 5%， 比如本期的账单是8000零几，8000×5% 等于400，本期最低还款就是400，但不要忘记还有 0.058% 的日利息，所产生的利息就是7600×0.058%×30等于114元。到下个月没有还清余款7600，这些钱又会按照日息 0.05 继续复利。关注主播，信用卡的秘密。